哟 ，Q 一下 A 一下，我要漂移剑圣，吹起三个，点燃，再来一发，可以，这一波立功了吧？那不行的，我的一技能有影子的，看的不行，剑圣没有闪。这一波唯一的就是没有拿到头，推你。Q 你 A 你 W A A Q A A 你起飞。哎呀，会玩啊！就一段。Q 两段，想约他塔。Q 三段。睡眠毒是给弱者的。回家他多补了个长剑，我靠！他装备比我好，但他没有药了，他没有回复的。我操！他伤害怎么比我还高啊？攻速来一个，坏了。都是同样的奇怪，同样。我靠，他还有个点蓝，我吐了呀！透过面具，我看到他们的真容暴露无遗，而我自己的本相。那我感觉我有人打他好像不好打了。遥不可及。从这跟他拼好像拼不过他，坏去了。好补。好，攻速太慢，有点僵硬了。攻速太慢了，飞线。他回家的话，可能要出两个长剑了。两个长剑的话，他跟我打我。他 Q 我来，我好像没什么特别好的办法。这他妈怎么打？坏了呀！攻速拉满。我还以为死亡能让我安宁，在天之门，悔恨会让你停滞不前。坏了！他打了，游戏体验有点差。炮车能吃不？好，炮车能吃，舒服了。别慌，这把我 BC， 这两个头先给他，问题不大。他虽然说三杠一开局，他先插眼，我去偷个鸡。有的时候。他现在锯齿短鼻子，但是他一v一他还是打不够我，不慌，这把看我谁，过个级，升个级，他应该比我先到六 ，miss 了 ，miss 他最多是插眼去了，他抓应该抓不了人，嗯。他现在 Q 应该快好了，赵信来了，这种位置也要来抓呀？不是吧？错过了吗？留 Q， 他不敢来补刀的 ，Q 留着。我有风的话，他还是比较怕的。但他这一波要攒双刀过来秒我了，我这个血量感觉到达他斩杀线了。
差一点让妹妹。毙了毙了毙了，轰大了，操，轰大他死了，大他妈轰了，我真的是吐了，漂亮，可以。这个螳螂都五个头了，好，毙了。刚才大不空感觉他没了呀，但他也没有点燃了。攻速鞋来一个，长剑。人说谎言，好，说真相。出。盾弓，哦，出海妖吧，这把出盾弓感觉没什么用啊。小心剑圣来了，别追了，你不信我吗？剑圣在，剑圣在，别上。忘掉后面的那张脸，先攒个风。咋伤害这么高啊？这人伤害挺高啊！我溜了，毙了，也没了。着魔之人，往往口中冠冕堂皇。布甲咱就不买了，不买布甲了。螳螂又来了，你没了呀，兄弟！别晃！我靠！身无所望，剑圣小呆。意不得安宁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哦，很鸡巴烦，他没闪现了。刚才我直接拉回来，他是不是死了？他应该死不掉吧？嗯，好赚，兵线差了。炮车兵线能打，还行，炮车打到了，炮车打到还可以接受。嗯，现在。该处理一些私人恩怨，心灰意冷，心烦意乱，都会让亚扎卡纳去。个人上班，我得找机会杀他。他八级，咱先插个眼啊。他现在的话，木刃都做了。我的手并非为了杀戮。木刃都做了，穿过面纱，打你一套，伤害太高了呀。但是我有大的话，他应该打不过。我一套可以把他秒了，好吧？他虽然说伤害高，但是我是先手了，好吧？他是后手，他一个 Q 不可以把我秒掉，那他就。不好打我了。看你这给反作用力啊。要 Q 闪我，闪现 Q 我。哎，咋今天有点菜啊？今天打得好菜啊？啥玩意儿？嗯，这都能大歪，我好。的每一个特征都相当于一道笔画，每一道笔画构成了一个字母，
进而揭露他们的真名。没法兑现了，现在。牛头来了，他走了，太大了。想约他呀？赵信在，救你一下。我曾被魔力束缚，将其视为至高之物。哎，小心呢！赵信来了。剑刃狂澜，我肯定上不了了。感觉又要出事了呀！能跑就行，走走走。他这个装备还可以。内心的。这话题。不让我吃大头，我吞噬我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没沉淀。我现在装备不太好呀，他现在大剑做了，我现在大剑还没做，只能做盾弓了。锐利阵风，十一阵硬着我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这咋也能，这个也能控制我？还好这把有牛头和那个上单。剑圣开大的话，还是可以反压制的。虽然说他对线打赢了。等下他打团不好打了，牛头可以给他顶飞，上单可以压制他，再配上我一个大，他起来没有用的。这个大他妈也能空啊！我吐了。太多人已经逃避，逃避是不可能的。交叉，这不我呀！我操，2100。每夺得一个面具，就离自己这张面具的真相又近了一步。并非命运，亦非天地，唯有。谢谢。取下这些面具。抽哪一个？这一把咱们出哪个装备呢？ Shut down。盾弓吧，出个盾弓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
这也开大，这个死的，哎，好点，开大，漂亮。漂亮 ，nice。我何时才能体会到安宁？剑圣在啊，漂亮。这牛头在，这剑圣不好输出啊，我们就上路发育了。赵信没有闪，伤害不够，太低了。再来一把，下一把再来一把，一再没了。我还以为死亡能让我安宁，太天真了。在一处海边的悬崖上，我遇到了一个最奇怪的灵体，它用四只脚行走，还说到了梦。再搞一把，这把没打好。现在这个剑圣咋办呢？团吧团吧，三代也没啥用了。哦，这大的没中过。漂亮，黑团呢？不团输了，这把只能团了，团一下。打大龙了。牛头想想大龙。过来了，压制你！交闪了，漂亮大龙！
还是一个泽拉斯没什么用。大龙呀，感觉没必要追他呀，追他干啥呀？九秒复活，他在这个位置。哎呦，太漂亮了！买一个无心。等一下队友，封印的越多，你是真皮啊。哎，我咋死了？差一下，哎，他五杀有没有机会啊？漂亮！高地有了，高地有了。走吧走吧，离不了了。剑圣等下砍起来了，赶紧走。我带个笑。重归狩猎。亚扎卡纳会让受害者陷入情绪的可怕轮回，怀疑滋生怀疑，恐惧滋生恐惧，然后亚扎卡纳就能大快朵颐。回家无尽了，这波线带了无尽了。他们现在已经打不过了，现在我的装备也起来了，我无尽了。买一个啥呢？第三件呢？死亡之舞。我何时才能体会到安宁？哦，他妈的！心灰意冷，心烦意乱，都团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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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们现在已经打不过了，和团和团。剑圣单挑现在应该打不过我吧？剑刃狂澜，不跟你开玩笑的。靠虫子没什么用的，那我就破败了。你好高啊！差点血。大虫子还是太肉了。变身嘛就没啥用了，太废了。
丢了，我感觉这大虫子一个大就我就死了，让他们推我去偷 buff 了，我这血太低，看他们吸点血，没有 buff， 吸个石头人。好，吸满了。剑圣来了。哎呦我操！我的天，太歪了。去塔吧，去塔吧。去塔不香吗？去塔不香吗？没赢过，没赢过，没赢过。去塔，去塔，去塔，没赢过，没赢过，去塔。漂亮。